累吧？累，真累，不简单呢。所以现在要吃什么？一定要吃潘大哥招待的手工面线大餐。哎呦，大家辛苦了。我真的不晓得42道工序，真的小小一碗面线，原来要这么的费劲。我仔细回想那个九大功法。一直想成冲脱炮孔叉，冲脱炮盖送的，一直记不起来。而且我们身后这很时尚，我看一下。对对对，超时尚，壮观，很壮观，时装周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很舒服哎，是有一个香气在。对，老板，这个就是成品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是拉好了，然后已经拉成面线了。然后只要下水烫一烫，就是我们现在就这个，谢谢招待。开动。两种吃法，一定要把这两个酱料放在前面。你要沾哪一种，你就沾哪一个。哦，原来沾一下再吃，沾一下，两个都可以沾，就是汤的酱料。哦，把汤当成酱料来用。老板，跟那个日本的素面、嗦面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吗？同宗同门，从中国传出来的，一个到台湾，一个到日本。哦，到台湾叫做面线，然后到日本叫做嗦面。因为那个我们日本人夏天吃嗦面是我们的一个传统。哎，真的。日本有一个不一样，素面是夏天吃，台湾的面线是冬天吃。放点麻油啊。对，冬天吃。我刚刚以为。吃起来会糊糊、软软烂烂，结果很有嚼劲。对呀，真的有那个韧性在，对不对？对，咬了会断掉，吃得出它的螺旋。哎，哎，你的舌头，你的舌头也太灵敏了吧？太灵敏了，你的舌头了。我是吃一口的时候呢，老实说，第一口呢比较不习惯，因为我们日本人就是吃冷的嘛，放冰块啊，就是煮完之后放冷水里面加冰块，对，然后就是用酱油的那个高汤，对，就是吃下去，紫玉这样的类似这种，对不对？放点 wasabi， 对，没错，然后就是很适合夏天。但是我刚刚有发现，这样子就是温的吃下去呢，就是我刚收到它的面香味，它的那个面香差非常的香，而且我刚刚喝的这个麻油的香气，还有香菇的菇香味。非常的浓郁，蛮开胃的，哎，厉害厉害！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，那就是古老穷人的圣品，见面线。以前如果你家里不是很有钱，然后没有办法买鸡，啊，甚至于没有办法买蛋，对，那你就是用面线煎麻油坐月子。哦，代煎面线。我说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过。对，哦，我知道潘大哥的意思。就是你买不起肉，但它煎起来口感像吃肉的，对，对吧？对，好吃哎！其实以只有面线来说，它香气很十足，很够的，对。哎，这个酱蛮特别的，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稠稠的，味道是蛮浓的哦。对，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？刚刚大哥讲了，沾两个都可以，两个都可以，都很适合。对，会有味淋，对不对？味淋有，我觉得有，有味淋有。我觉得是面线好了，你面线好，其实你沾。刚刚孟多讲的那个酱油加瓦萨比应该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好了，好想试试看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种手工面线一定是。还有那个加一点点那个日本的酸梅，有没有梅子？对，进去小屋里面。对对对，要要。哎呦，我流口水。这个就已经很流口水了。好好吃。想问一下潘大哥，你这个从事这个手工面线多久了？哦，从民国87年到现在。是算是传承上一辈的吗？对，传承上一代的。你为什么要坚持手工这件事？用机器不是其实。我们曾经有一个顾客哦，他90几岁了，然后他的弟弟得了癌症，然后打电话告诉我说，哦，他想要买面线，买他小时候跟他弟弟吃的面线给他弟弟吃，因为他弟弟在中国已经吃不到面线了，在中国的上海，然后请我们请赶快寄过去，他没想到他一吃就是。他小时候80几年前吃到的面线，然后回来之后又打电话告诉我们说谢谢你，弟弟虽然走了，可是他吃到他小时候跟姐姐一起吃的面线，哇哇，那是一种人对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依恋，那个依恋只要完成，他就能够很安心，对我们觉得这样子就值得了。哎，这样就值得了。所以你把一个东西做好，人家打电话跟你说，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面线，这就是我阿妈煮的外家米线，这就是我妈妈煮的面线。那个感觉他不会乱说，而且他讲出来的话会让你感觉到很窝心。对，这个感觉是最重要的。身为职人的坚持获得的成就感跟回报，是没错。吃的不是美味，吃的是一种记忆。其实有很多。情感成分在里面，而且又可以发泄，对，真的还能发泄，真的，一个下午不用健身，对对，不用健身，然后不用担心忧郁症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手比我还粗，对啊，我是觉得健身房好像真的来面线，来这边揉面好了。
自己做完之后就不会浪费盘中餐了，就会把盘里面吃得一干二净。而且我现在那么累了，我已经感觉现在收工了。差不多了吧？今天已经没了吧？没了吧？报告现在才过一半而已，刚过一半而已。等一下，不管谁讲话，我都没有听到。等 PD 出来讲话，我也听不到。哇，民以食为天，你好，你好，什么都离不开食物。对啊，我们这边是哇，好大一个广场。这旁边这是帐篷，是给人露营的吗？这个现在是以吃饭休息为主，对，很漂亮。我们今天先做什么？我们这个青木瓜，对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自己很自傲的这个泰式料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先介绍一下，好，这个花生、虾米、好，蒜末、葱末，还有辣椒、辣椒。对，那这是我们的木瓜酱，木瓜酱，然后柠檬汁，柠檬汁，这是调味料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再是我们食材，青木瓜丝，好，一点点，然后还有这个菜豆、小番茄，还有这个特色的泰国茄子。哦，脆脆的，是泰国的什么茄子？哎，泰国茄子长这样啊？对对，泰国茄子长这样，哎，这样长这样，圆圆的这样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哎，脆脆的。所以他现在怎么开始做？步骤，来，让我们先倒一下这个花生，全部吗？没有没有，一半就可以了，一半就可以了，一半就够了，一半就够了，加一点点下去，下一半花生，好，一半，来这个虾米啊，虾米也可以再更少一点，对不对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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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就够了吧？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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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压碎。从这个花生跟虾米开始先压。对对对，捣碎就好了。捣碎就可以了，捣碎就可以了。哎呦哎呦，把它香气捣出来。哦，辉哥，你这个有练过呢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从小就练这个。捣碎东西。对对对对对，阿公阿嬷都叫我捣东西。那需要用磨吗？还是撞就好了？够了够了够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下这个调味料。这个是木瓜汁，哎，木瓜酱，木瓜酱，就咸咸的，甜甜的，全部倒，全部倒。我用木瓜酱取代了我们对对对鱼露啊，是是，都在里面了，都在里面了。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下一点。他也不告诉你里面有鱼露，有有有，秘方秘方秘方。然后我们下一点点这个番茄，番茄多少？一半就可以了，一半就可以了。一半，下一半就可以。番茄，好，然后这个菜豆，菜豆多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就可以。好，然后那我们再来我们的木瓜丝，木瓜丝也要放下去倒。哎，稍微的，轻轻的让它入味一点点，叫不要捣烂。那我们一半就可以。刚刚的实力应该会把它捣成汁。对，会把它捣烂。我知道木瓜丝下去就要轻巧一点。那我们这个工具呢，可以把它在边捣的时候边翻。意思是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标准标准，这个标准。翻起来，然后再倒进去。再倒进去，对。翻起来再倒进去。让稍微它可以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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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捶它一下，它不会受伤。没有吃过这个青木瓜丝，也要看过青木瓜走路啊，对不对？谁看过青木瓜走路？我刚忘了加这个。俗语是这样讲的啦。你看过行动？我们蒜末、葡萄吗？来辣椒，把辣椒来一点，辣椒来，辣椒来一点。好，那好了之后呢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加一点柠檬汁，柠檬汁，柠檬汁来一下，加一点点，眼睛的效果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要加一点点。好了 ，OK， 再倒一下。哎，好，泰国茄子，我们放一点点，配做色的。哦，所以在这个倒的过程中，是慢慢的把这些对对对对对对，泰国茄子倒下去会是什么颜色？它基本上它不会拿去倒，就拌一拌，拌一拌，哎，然后就直接吃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家要搅拌的多均匀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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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很非常均匀。来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把它装盘了。可以，那就这样就非常好吃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们可以分两次装，比较漂亮。通常一个专业的厨师，这个时候都是用手下去抓的。真的？认真的吗？也可以用夹子来。哦，哇哦，做得很漂亮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我第一次做哎。把它推进去，很立体啊。哇，那真的弄得很漂亮。再这样装漂亮。它真的弄得很漂亮。好，很棒，很棒。然后我们再来给它装饰一下，花生撒一点点在上面就可以了。花生撒一点点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它颜色好看一点。颜色好看一点。嗯，好。然后我们再来这个香菜跟这个辣椒丝。装饰的来。哎，装饰的。放一点点在上。对对对，水可以沥掉。对对对。这样子。是。然后辣椒丝两条。辣椒丝两条。一次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成品。好，就是这个凉拌木瓜丝，赞赞赞，浅显易懂又容易，没错，这个很适合我这种不会的，对对对，而且在那种夏天炎热的时候哈，可以拌一点这个，那现在冬天也可以是当一个小前菜，哎，等下准备吃一点什么冬阴功的汤啊，先来一点点，开胃开胃。纠缠，所以他刚好说他要忙，我就说没关系，那我就自己去逛一逛。然后我身后现在是潺潺的水声，背后是小桥流水。我现在决定要去找一个优美的地方，然后好好的布置一下今天晚餐用餐的
场布，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。Go！ 哇塞，这里有超大的帐篷，这么大，而且那边一整排都是，过去感受一下，可以挑一个帐篷进去坐坐看。哇塞，这是原木打造的大帐篷哎。哇，还有这种藤编的家具，等一下坐在这里吃饭好像也不错，蛮温馨的。这里不错，对不对？而且拍照很漂亮，也不错。可以帮我拍一张照吗，阿宝？可以。来，好，3、2、1，拍起来是不是蛮漂亮的？很美，很美，对不对？但在这边吃泰式料理，好像没有到非常适合，好像比较适合吃 BBQ 之类的。我再去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地方好了。Hello， 你们在生萤火吗？是。这会烧一个晚上吗？对啊，我们会烧到8点半。哇，坐在这边就有很温暖的那个热气。萤火在这种入秋冬的时候，户外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疗愈。好美哦，你们抬头看，超漂亮的，小灯泡，好浪漫哦。好，我不能再发呆了，赶快去认真找一下等一下吃饭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就这个了。好，我们这个虾饼。虾饼，虾饼，虾饼，这已经调好的了。是是，这个有虾仁，还有花枝姜。哇，都新鲜的。看这个，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。对对，都看得到，都完全看得到。我没有加什么猪油啊，我们就非常的纯。对对对，然后花枝姜只有一点点提鲜。这是整个是有没有？虾。对。真的是整只的呢，整只的，还有花枝酱，然后裹虾酱下去的，看完了对不对？然后这个面包粉，面包粉，酥炸粉，哎，酥炸粉，对，待会我们把它丢上去，好，然后给它滚一滚，好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来六颗，等一下那个铁环要塑形的哦。是是是是，我们等一下面包粉越多，它越好塑形，它会表面会比较干一点。这个一定要面包粉，可以用别的粉取代吗？别的粉不太好，粘不上去。对啊，对，然后它的炸的这个速度也会有影响，面包粉会比较适合。好，差不多，很好。那我们就用这个，那个左手，我们左手放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好熟练、哦，真的很熟练。然后我们，而且你知道吗？通常碰到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还会这样。你在掉骰子哦？这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知道这个拍一下可以让那个肉更扎实，可以，对，有筋性，有筋性。你有没有做过汉堡肉？他很专业，他还会再加一点点这样，很专业。汉堡肉的时候，我有看那一集。对啊，那筋性要出来啊，这样嘛，压嘛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拍一拍嘛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不是这样啊，它中间要能够哦，这样吗？这样吗？这样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我没有办法，那么力。所以你看。刚是不是在跟你讲，还在那边一直笑，一直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会，真的是假的，真的，我还是觉得怪怪的呢。没有，是真的啦。哦呦喂，你实在是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来，可以用手，用手，我们用手，用手。对对，轻轻丢，轻轻丢就可以了。算了。好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还是这样好了。好。我还是觉得。来，我调一下温度。哎，那我可以问一下，现在这个油温是多少吗？是要大火还是小火？这个油有冒泡，160到180之间。对对对对对，160到200之间。对，先让它炸，我们大概炸个3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它会浮起来。浮起来以后呢，到时候我们要起锅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是就是要把火再开大一点，把油温升高。专业，专业，它才不会把那个油干回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它才是干干酥酥脆脆。会含住，好棒哦！你书里面没有写啊？就是有啊，你讲到你讲的是书里。面的最后，它会有一个小诀窍。Tips， 对对对，你就直接讲出来，讲到那个小诀窍。轻轻的看它有没有粘在一起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没有，不要粘在一起。哎，不要粘在一起。当然不要粘。对啊，还有什么可以试试一下这个木瓜？哦，对对对，待会会这个我们打工要还是要有一点那个奖励，试试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超过100分。你知道他这个酱根本就是在欧罗伊卡基啊，因为那些酱都是他调的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真的不错啊，真的不错。我跟你讲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哎呦，快了快了，好吃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现在差不多，加一点温度，时辰到了，现在要开大火。好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浮起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完美。有点大了，完美完美，注意哦。哇，很漂亮，漂亮漂亮。对对，
它整个都逼出来了，它把整个油都逼出来。这个摆盘在我们这个豆煮厨是很讲究的，看得出来。它不只要东西好吃，也要看起来是非常可口才可以，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有，完美。其实来这边哦，真的是赚到了，因为除了来学一点技术以外，还可以在里面走一走，这风景这么漂亮。今天气候又很宜人，秋冬其实最舒服。最舒服。你要去拍照怎么样？就是逛这一圈，逛很累，因为这里超大，头太大了。对，哎，这边都是泰国菜。对，整点都是泰国菜。第一道要先尝过。第一道我们当然先吃凉拌，好，还有刚刚做的这个青木瓜。你我觉得你要吃这个，我们做瓜。对，刚刚这个泰国茄子可以试试看，好像比较少见到，对，脆脆的，对，比较少见。看起来像芭辣。对，有点像芭辣，像小芭辣这种感觉，然后脆脆的。好吃，不错的，好吃。对，也像全芒果的口感，对，脆脆的。再来虾饼，看起来就不一样，因为它超好。我跟你讲，超虾。对。哇，里面超多虾，就跟你讲超多虾，是完整的虾。你刚一咬开就看到虾爆了。然后它的姜也是用虾泥去打，那我们再保留几个大虾子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是一个什么？来，我们解腻一下，来喝一点我们这个台北的排骨汤。哦。这个好，大家一听到泰国的汤，只会想到冬阴功。那让你试试看，他们试试看，这里面很多泰国香料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那个香料。好，香料，香料。这种口味的汤，南姜香茅。南姜，对对对。来，干杯。来 ，cheers。香茅味的，香茅很香，哎。哇，谢谢，反应这么大。有辣，太北啦，好有。真的觉得我在泰国哎，我也觉得。那我们还有那个 live band 可以这样子让我们听。我觉得这边啊，在机场跑道附近啊，加上那种异国料理，我觉得非常搭哎。我好像刚从机场，然后直接来到泰国。没错没错，我们的味觉跟视觉还有听觉都很享受。高铁嘛，然后我们现在放风时间，这边有钱，然后你们一人抓一把，抓到钱就可以进去吃东西。一手吗？够了。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知道吗？哦。加饮料的。看，这个就是女人了，看到钱就抓。哇！多到我不知道怎么放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你抓多少就要把它吃到完。不是吧？你吃不完的，你完蛋了。你要吃到他店啊？很贵的啊，夜市哪有什么很贵的？夜市都小吃哎，八百五，那加饮是多少？我190，80，我够吃了。然后一定要喝到完，对不对？我完蛋了，我。大家去吃自己喜欢吃的，想要吃的，好，走，好不好？走。我跟你讲，来到夜市啊，我每次都只会用一种东西。来测试这个夜市，就叫做排骨酥。你知道哪边有排骨酥吗？知不知道？国庆国小的。对。有没有？没有排骨酥哦。走走走，那我去哦，好不好？拜拜哦。哎呀，他今天跟我那边排骨酥。排骨酥。你们哪都有排骨酥。今天吗？对啊。有排骨给你啊。排骨酥没有看到，很多人都惊了。哇，土窑鸡腿。土窑鸡腿好像蛮厉害的，这是用土窑烤的，是窑烤的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哦，温度好高哦，而且蛮香的。我先去找我的目标物，然后我再来找你，感激不尽。哦，蟹肉，排队的，一斤蟹脚就400了，我就买一斤蟹脚，好不好？谁帮我排一下，然后我去再去看下一摊，我这样还有450啊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哎，我没有吃过这个哎，老板你好，我没有看过这种料，这你们发明的料理哦。对啊，好像很厉害。我要买一个芝麻花生的，它的油条是用这个跟麻薯全程只加牛奶都没有加水哦。哎，你好。这么多哦，一斤这么多，他有送吧？送一小袋虾。你跟他讲我不要送啊，他干嘛送？
我等一下回去跟他讲，我叫他不要送，是干嘛送啊？哎呦，好特别哦！所以那个油条里面还有马吉哦。哦，太酷了吧！老板，对，不要送，你不要送我，你要送我，我不要，不要送我。它是软酥的，然后咬下去呢，它是很蓬松的，然后里面是很有弹性的，花生粉跟这个芝麻的香气，这个可以得到米其林，这个真的超好吃的，赞。因为我吃过的190块，但我觉得差不多在夜市190是可以买一个吃的跟一个喝的。来逛逛，看到一个想吃的东西了，真的，麻辣鱼蛋，趁着疫情期间没办法去香港玩的时候，就来吃吃好吃的鱼蛋，回味一下去香港的感觉。OK， 鱼蛋完成，我现在去找一杯喝的饮料。你是不是吃过排骨酥吗？吃过排骨酥。这附近有排骨酥吗？没有吗？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你平常在这夜市都吃什么？七里香。七里香。还有呢？蒜香豆干豆腐。哎，蒜香豆干豆腐。好吃好吃。真的吗？蒜香豆干豆腐。对。它的豆干豆腐多少钱？好像差不多也是100块可以完成。哦，你有让步对不对？看到了。46，我只拿80块。那我要进来跟老板挨一下子一下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打折。你 OK 啊？没有排骨酥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个还不错哦，茶，这是冻柠茶吗？是新鲜的柠檬吗？我要新鲜的柠檬。哎，你知道我这个组合是什么吗？鱼蛋冻柠茶，就是有一种港式的感觉。190，刚刚花掉60，剩130，现在又花掉了40块，剩90块。哎，我还有90哎，还可以买一个什么哎？我等一下再走一下看一下，还再买一个什么小东西好？蒜香豆干找到，你们也是在排豆干吗？对，排豆干，排豆干。你该吃几次这个豆干？第一次。哪里人？高雄。哦，高雄，我真的吃第一次啊。他为什么会来排？哎，我不知道，看到很多人在排。那你跟谁来？没有。女朋友啊？他怎么一直躲？不能曝光。一分钟了，钱袋不够，怎么办？够哎。有60块而已，不够哎。够了。做那个大粽子吗？大粽子，大粽子110，有钱不够。你看2、4、6、8，也没有比赛了。给他猜拳。刚猜拳，猜拳呢？我如果赢你，我不知道。哇，吓我一跳！我也跟他猜，关他什么事？你问我猜拳，我也觉得我跟他关他什么事？他本来说跟你猜拳，我如果赢的话，你帮我补30块。对呀，对呀。要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不要这么好看，难怪你会带到这么正的女友。我如果赢你，你帮我出30块。OK 啊，没问题。那如果输嘞？如果输的话，我就一样排你后面。好，没问题啊。他这么好讲话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真的吗？对。剪刀石头，我这次真的从头输到尾，我好衰哦。他爸爸帮你补了，没关系啊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你人怎么那么好啦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的天哪，我怎么人运气这么好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就告辞了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干爹，谢谢干妈，好，后会有期。哎，铜锣烧，哎。再买一个甜的，老板，我想要买铜锣烧。好，买5送1。买5送1，这样总共多少钱？100啊。啊，我差10块，还是我买5个，你不要送我1个，90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啊。谢谢老板。我直接赚到一个，我想要红豆的。红豆。奶油，再一个红豆。老板，我身无分文了，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。玩游戏，真的假的？谢谢老板，青年夜市铜锣烧，谢谢老板。好了，没钱了，离开这里了。买个100，大份。这个排到哪里了？这里都在排，对不对？这板来的不？对对。排到家嘛，对不？问一下阿妈嘞，阿妈，我跟你讲，有人排队就是好食。谢谢啦。所以我跟你交关一下安尼。多谢多谢，我请嘛。没当莫请，因为我有一个任务哦，就是我要把钱开完呐。你请我，我开不完，我就害啊。你莫请莫请，我跟你买一份大，啊，你有这多济酱的，都是酱较好食。全部跟
综合的对吧？你看综合的，因为更好。南港刘德华来叫综合，还是巴人马乌？拢有安尼都无稀罕，你也讲干那我有。干那你有。啊，安尼丢啦，安尼丢。100%给你，啊，等下有人来排队。排到迄个阮朋友的时阵，你才给伊就好啊。你先做人客的，好。你看。你们最贵的是什么？最贵的、喔。哎，我们都很便宜嘞。我要最贵，最贵的是什么？五十块十二斤。你说，太多啦。四斤五担。有较贵的无？较贵的。无啊，我兜都。我你卖较香的怎啊？你哪会卖较贵的啦？这个好香哦、喔。很香。啊是安尼，你我试一下就好啊。好，来。啊。花纹。啊，我安尼啦，你给我试一下啦。啊，试一下收一百。收一百。好不好？你讲。你拜托，我跟你拜托。你给我试一下，啊，你收一百，好不好？跟家人嘛，收一百。好。好。我免。好。啊，你免花这多哦。好呗。有这样的客人吗？我刚好去用品。不。回哥。啊。我都快吃完了，你还在吃？我有850啊。你还没花完。我还有300多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感觉很好吃，你看。你看，酱汁排骨，酱汁，你要吗？好，要不要？好，吃一下。嗯，你还要继续买哦。嗯，卖九百块还没花完呢。对，好入味哦。你看我一咬，整个就骨肉分离了。你们这边什么东西比较贵啊？你好帅哦。你再说一次，我说你很帅。你也蛮漂亮的。我知道啊。我们两个怎么会在那互相取暖呢？那个出我站的卤味，我们来练一下，看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尼我你讲。来，我给你讲。你要我去上嘛？嘿。200，我给你。200。安尼我赚着啊。对，安尼也无爱收200，我无爱嫌。我刚好一点拢未，安尼收200。好，啊袂当坐哦。袂当坐。一点嘛就好。不用站。好，哎，成交。哎，这么好玩，真的买太多了，我不是啊？怎么还有？我已经尽量把850花在最贵，这一袋就300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蟹肉棒、蟹肉脚、蟹肉脚，400，这边400，这边会，你好会哦。你知道吗？我买的这个东西110，我刚刚只有80块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朋友帮我出30块，谁？路人甲。这是铜锣烧，也是，其实差10块，然后老板就不收我。这个好吃，这叫蒜香的，蒜你试试看。而且我发现啊，铜锣烧搭这个味道绝对很好吃。你又来了，我说真的，你们不要这样相信我啦。哇，好吃哦，嗯，对不对？非常好吃。这排队排好久了，好多的，好好吃哦，比蟹肉脚好吃，超好吃，肉超多。炒出来的蛋就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帮我勾勾你知道我自己在家炒饭哈，就是会这样子，就是说啊，你油哈都先下啊，炒蛋第一个要先炒蛋，因为你蛋哦炒过了以后呢，这里面呢就不会干掉。有香了，香了啦，够香了啦，师傅啊，饭啊，饭要来了啦，来，师傅啊，进来啦，酱油胡椒盐新香料。好，为什么我动不起来？不用了，好了，不要，不会翻，不要乱翻，好不好？小隐私，帮忙，快点，放，放，好嘞，好，好紧张哦，我只是当自己发迷就这么紧张。为什么翻不起来啊？师傅，你来起来了，拜托姐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炉很难翻，这种炉超难翻。哦，一个巧
么用？再弄一次，师傅。哎，哎呀，换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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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两下，减那两下的就好了，好吧？减那两下的，减那两下的。有，来，师傅，下个来。锅边下，锅边下。回家，回家来一点，回家来一点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中火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知道我光在这边这样子刮，已经很手很酸了呢。等下你来试，你来试，我看看。等一下。哦，好难哦。哎，好了，不要把人家锅撞坏了。哎，你比我还夸张哎，上次。你把锅过去。不是啦，我要让你，我要让你去炒炒看，这个丢脸。然后他刚刚那一两下真的蛮厉害的。哦，位置位置。主角来喽。哎，这个翻锅怎么这么难哈？零点翻过来，滑步。三个月。哦，没力了，真的没力。很没力，光炒就炒。没力了。对啊。两只手不一样大了，真的哎，我真的没力了，我真的没力了。师傅试看看外道可不可以的。师傅，如何？扬扬扬，五吧，来，这叫乌鱼子三重奏，哇，满满的，我们七年都得奖的乌鱼子，用这个东西来做的。乌鱼子雪花。哎，说实在，这个这样下去，这个菜就好吃了哎！你看它，哦，来，叫你准备打开。好，自己选。哎，其实这样就好漂亮哦，好漂亮，很漂亮哎，无敌炒饭王。那我们欢迎小影师。炒饮师啊！刚刚你做炒饭，我要负责做这个麻油红鲟。对，师傅，这个红鲟我们要怎么挑选才知道它里面的肉质是好的？我买的时候一定会先透着光，电灯，你看它的，它如果是满的，就表示它里面的黄够多。如果不透光的话，如果是有缝隙的，那个就是瘦的。OK， 好，那怎么做呢？我先下麻油啊，麻油有一个重点哦，麻油一定爱焖会，别当短会，它会出焦味苦掉，小火来去煸它的姜，对，慢慢煸那个。好，红鲟现在怎么下？直接下吗？对，直接下。要背面朝下吗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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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对，哇塞，要让它再煸一下。好，每个角落。对对对，吃一点油。哎呦，小影师有。最近有在学东西哦，不用翻了，等一下直接下酒就好了。下酒，因为它会滚，滚了就香了。好好好好，锅边下，小心哦，小心一点哦。师傅说这个红鲟不用一直翻锅，不用翻，就让它慢慢烧，然后那个酒气、麻油的香气通通会吸进去。它不是全酒哦，再加一点水。哇，食指大动了，盖上盖子。哦，用 keep 盖锅了 ，keep 住线，你去闻一下那个味道。好，来闻一下。你盖子稍微开稳，不要太近哦。不要太近。你是真脸是不是？很香，你去闻。试一试。哦。好喝吗？鲜甜。真的。它这个方法啊，把昂锦的那个味道啊，全部都烧到那个汤汁进去汤里面，试一口，试一口。我第一次吃到了那个红鲟膏的那个味道，我都看到红鲟的一生了。哦，这个等一下要加，这个等一下皇宫菜，这个等一下要摆盘用的，放在下面。通常可以过个水，但师傅说今天不用。要等一下要过水，要过水哦。要过水要等一下加在那个红鲟的旁边。哦，而且是摆上面，你全讲反了。刚那段整段剪掉。我绝对不会剪，绝对不剪。来到金华
款是谁家？瞬间省油功能。真的。豆浆饼干。哦，最后还有淋上去是吗？这是你们做的吧？是我们做的。不可能，把前面那个补拿掉。这是你们做的，可能吗？可能，可能，因为我们有很厉害的师傅在这边。好强哦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U P 雷霸蒜呢？酒家菜，酒家菜，这些都是酒家菜。U P 雷霸蒜，然后这个是乌鱼子炒饭，这个是麻油昂锦，哦不，这个叫虎咬鸡。讲那么多干嘛？先吃啊！来吃啊！过来啊！先给骰子。给完骰子再吃 ，OK。来，等一下，给完骰子之后要先比赛，最输的不能吃。这惩罚太硬了啦！好，先给骰子，先给骰子，谢谢。我花掉，我是黄色。谢谢。几颗哈？谢谢。五颗几颗？我量，我量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只有三颗？为什么只有三颗？保养东西很认真呢，师傅。因为他们两个在里面。辛苦，裁判，祖祖好像有话要说。来，祖祖，请说。你他很喜欢你，真的吗？他要服你。哎，在哪里？真的。李他，我真的已经结婚了，你不要再这样。那这两颗我收。好，来比，来比，怎么比？你说。好了，我现在脑海跑出小了啊，我比小，比小，用几颗比小？就用一颗比啊，我们就一起用一颗比小就好了。我要一颗比小啊。我先好了，我比较没压力，第一个。没压力。我直接从这边。多少？天哪！多少？碎。一点。我运气好好哦。哎。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是。是很大哎。不要五六就好。孙协志、王仁甫、许梦哲、王少伟退散，退散，退散。王少伟已经不在五五六六了，在五五六六了，在五五六六了。Yes！ 拜拜，慢走不送。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坐？那一集就让他去录他的心酸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开动，来。所以刚才是这个乌鱼子很厉害。对，哎，我们要开动嘞。不是啦，你们这样子，怎么了嘛？喝口汤，喝口汤。一次来，谢谢谢谢。蒜吗？要不要？好好好，蒜多一点。然后给你们鱿鱼。对，鱿鱼香菜也一定要弄到了，还有他的鱼丸呐。啊，过来再来吧。啊哦哦，哇，有孙啊嘛。鱼丸鱼丸。哇。他这道菜的重点呢，以前在酒家的时候，就大家喝酒嘛，下去然后呢，我们也喝个汤，去去嘴巴的厚重的酒味。阿弟妈，你来一阿弟妈是谁啦？哎呦，好好喝，好好喝，好鲜哦，这个味道，这个香气我就醉了。我近看你眼眶有泪，怎么会这样？好甜的汤哦。你会先闻到鱿鱼的香气，对，然后入口那个甘甜的味道呢，你会感受到那个猪肉的甜味，还有笋子的甜味，然后包括那个螺肉的那个香咸味在里面。像这种鱿鱼哈，是新鲜鱿鱼，然后让它就是干燥以后再回让扒起来的那种鱿鱼，它咬下去会脆脆软软。它是软的。这个螺肉试一下，那个螺肉是我吃过人生这么大颗的螺肉，你知不知道你吃到流鼻涕了？我认真的。你知道你的螺肉在你的嘴巴这边已经鼓起来？对，鼓起来。嗯。啊，你随便吃个昂吉。哎，大卫哥，啊，这里很，你看这个蛋蛋是精华，来帮你服务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你看这个蛋上面还有膏哎，都是黄啦。哦哦，黄膏啊。黄膏。哇。你们没有做。
我入口的时候，除了鲜味，还有那个麻油香。对，那个麻油真是香得益彰，恰到好处。那个麻油里面有昂锦的鲜味。哇！来干杯，干杯 ！Cheers！ 哎，这是什么？最后上的不在刚刚的游戏规则里面，对不对？游戏规则外了啦，对吗？对吗？不能超过这个汤匙。等一下，你们是夜市捞金鱼是不是？只要这个汤匙能用的就有办法吃。不能超过，看你要吃什么，是不是？我这已经闻到味道了。那是烟熏的吧？烟熏烟熏，来喽。哦，不是干冰哦，它是干冰吗？是柴香吗？是柴香吗？柴香。欸，它中间还有这个玉米笋跟四季豆，哎，好好吃哦。我是咬到香水，是不是？怎么那么香啊？而且这个也太新鲜、太弹了吧？对，抓嘴。跟那个香气真的是哇，绕梁三日，延绵不绝。对，接下来呢就是炒饭了。好，好吧，乌鱼子炒饭。好，一样是汤匙。它可以吃吗？这个？哦，可以吃。我已经剩下这么一点点的东西，连挖眼睛都不够的汤匙了，你还要？你可以挖那个乌鱼子屑屑。来，你一个汤匙来，可以自己挖，不要说我们欺负你。可以啊。我这汤匙啊，你会用回，你把夹搞。可以夹。你知道那个饭进去啊，粒粒皆辛苦之外，你会吃到一点高丽菜的脆脆的东西，你会吃到一点点蒜苗，还有呢那个洋葱，哦，最后呢你那个乌鱼子会再把你的牙齿稍微黏棒黏棒黏棒，那种口感是完全是哇，还好你有吃这一口，因为我们刚才吃太多味道了，我真的吃不出你刚才形容的那么细的东西。还好你有讲，你一讲我就听，哎，有哎，有感觉，有哎，有哎，我们可以再吃第二碗，好好感受一下，对，复习一下他刚刚讲的，对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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